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啊，我现在呢在这个多伦多的拍摄现场，好久不见。那么这次拍摄中有什么惊喜或者不一样的体验，想和大家分享吗？惊喜呢当然是有的，最主要是这次呢跟我这个演对手戏的这个演员呢，非常的不可思议。他在哪里呀？到底有什么不可思议？行吧，那我就请他过来跟咱们打个招呼，采访一下吧。来吧，过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其实是这样的，那大家都知道我是《全民突击》里面的明星队长这个角色，但是呢，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啊，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同样也很帅气的反派大 boss，所以我只能邀请我自己再演一次这个拥有黑化啊、拥有超凡能力的一个 boss 的角色了。坦白说啊，跟自己做对手飙戏。还是挺爽的，你觉得呢？还可以啊，一般爽吧。本来呢，在这个《全民突击》里面啊，我饰演的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啊，然后阳光形象的一个这个明星队长啊。这次我饰演的是一个反派大 boss，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很有趣的啊，因为通过这个生物变异啊。塑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吴亦凡，角色发挥上更酷，更有神秘感啊，然后很邪恶，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，同时呢，也希望给这边这个家伙带点压力。其实我很好奇啊，我想知道你们是喜欢这个充满正义感的明星队长呢，还是喜欢这个反派 boss？我也很想知道，现在就选吧，有惊喜。果然，大家还是喜欢这个《全民突击》里面这个充满正义感的我。没错，就是明星队长啊！我实在是太开心了。那么啊，请你们来《全民突击》里面啊，我会给你一个神秘的礼包，跟我一起来挑战他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是对手了。我觉得吧，他好像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有眼光，欢迎你们加入反派的阵营，让我们一起闹个翻天覆地吧。